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在今年E3展曾宣布，将代理由美国 Gas Power Games 公司所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《末日围城》系列新作《末日围城3》。如今公布最新游戏画面，《末日围城》系列原本由微软发行，但如今改由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发行，并且更强调游戏的风格能让玩家四人组队一起冒险，而游戏以斜上45度角的方式进行。颇有暗黑破坏神系列的感觉，但却更强调每种职业的特色以及相互搭配连续攻击的默契，希望能够透过连线组队加强动作要素的方式，赋予末日围城3全新的生命。末日围城3预计2011年初登场。